上次最后是过到哪里啊？最后是不是过到一个那个，很像 overcook 的地方，调药水啊？哦，上次就到一个那个啦，就定义不知道机器要开开关的那个地方嘛，要开开关。就是它上面有一个表，然后告诉你这个丢进去会变那个，然后你看不懂那个地方。好的，那就是左猜。调药水过了、啊、过了、啊。我的魔物猎人呢、啊？丁皇不想玩魔物猎人啊！我邀你了，我邀你了。OK。等下一代的魔物猎人吧，我看破晓应该是跟不上了。其实我比较想玩弑神者、欸，弑神者还会不会出新的？We were here forever. Forever. 我邀请你组队实况，我先尿尿。玩逃鬼传，逃鬼传不是没有 PC 的吗？没有 PC 的游戏一概不考虑。后来有 PC 哦，嗜血代码，嗜血代码比较不像这一种吧。嗜血代码比较像那个地狱点啊，地狱点最近改版新的 DLC 嘞，那个厂商还有寄给我哎，嗜血代码有玩啊有玩啊，地狱点其实还蛮酷的啦。他既然都寄 DLC 给我了，我找个时间我就来玩玩看。喂，啊，组队实况啊，看我还没中风，那肯定啊，我估计是里面少数能破关的人啊，那个游戏还是有点难度的。等一下，还没尿尿啊。哦。那我先偷偷的冲一下宠物箱。嗯，啊，这条狗嘞？这狗跑进来了。
还在抽宠物，卖不掉、啊，不是，那个就卖不掉、啊。你1200是有价，但没人买啊。啊啊哦！我这边 DC 有人说1100来配售、欸，哦，那头绪吗？啊，1100有机会啊，1200肯定是卖不掉、啊。嗯、啊，是不好说。也 A21 两个月，好了，来了来了，开始游戏，我先把 DC 关掉。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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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我们在欧洲府？说话说话，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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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为什么我们在欧洲府？等一下，我先重登。伺服器在哪里选的？欧洲，欧洲，为什么？欧洲，哎、okay, ，亚洲120 ping， 假片，假片，假片啊！日服肯定都是最稳的。测试测试啊！丁是狗，丁是狗，丁是狗，有声音啊、哦、！OK， 走吧，太多了，太多。刚选到欧洲啊，难怪感觉有点怪怪的，有点延迟。嗯，我们这一群最近可是。对这个解谜又下了一点苦功的，一定轻松。我感觉今天就把它全破了，今天把它过了。今天打嘛，打打，那、哦、当然打。OK， 开始。不是那个板，你不是要拿着吗？是吗？要把它带回家吧。好啊，哎、欸，我就是装在那个不知道哪里啊，那个缆车、啊，装在缆车上面啊，还是先去其他地方看看？好像是有很多台缆车的样子吗？没有哎、欸，这是另外一个区域、欸。你上车了。我在等你啊！不是，旁边还有另外一个区域，不去看一下？如何？看你啊！看啊，看啊，看啊！我刚看那边还有一区地下室啊！真难解决。我估计只拿了这个是过不了的，应该地下室也是要解的。
嗯，一个都没收集到哎。收集三个材料，然后好，好像是收集三个材料，然后发射这个大炮吧。啊，金那个金盘忘记带回来，哭啊！不是那个金盘，就是这个缆车的启动装置吧？是吧？哎，现在可以拿下来啊！拿来看，拿来看。那真的缆车怎么动啊？不需要这个吧？他就借放，然后让我们有手拉缆车。哦，有嘞，一个嘞，负二，还有两区。真的耶，缆车竟然可以直接拉耶。不是啊，设计这个缆车干嘛？是在读取地图是不是？OK， 有两区，左边右边你选一个。左边。OK， 走到右边。我的直觉告诉我，右边应该三分钟解决。哎，右边这一区看起来好玩的，鬼屋哎。我找不到你。你先往那个乌鸦雕像走，然后右转。这一带很喜欢旋转呢、欸。等一下，没反应，没反应。有吗？再按一次看。就在。有什么东西在动吗？后面那个门好像在。他要把我们关起来，好啊！原来是你刚放掉，哭啊！不是，我刚刚想说什么事都没发生啊，因为我看前面的门都没在开啊。OK，OK， 看剧情 ，OK 要看剧情了。这么黑是啥鬼？等呢？我一直在往前走啊，不是，我画面超黑的，我只看得到灯笼哎。我还行。上钟，敲一下。怎么感觉这里会遇到大凯的最爱啊？说心也介意啊。说啥了？
那是大凯的老婆，我说的是僵尸啊。哎呦，这掉下来了，真的到有僵尸的地方了。哎，我这边有一张纸，他写说他就藏在金库里，我很确定，但是找不到钥匙。OK， 我这边路很复杂，不知道在干嘛，我找找。我好像在挖矿哎，不是，我的画面真的是黑到什么都看不了。啊、哦，看得到了。我在地下室。有很多蜘蛛。我这边有。有一些图案，有王冠、锁链跟书本，还有一把剑。我研究一下，我现在就看到很多蜘蛛，然后山洞。哦，我这边有剑、盾牌、王冠、剑、王冠、药瓶、锁链。是你那边有什么排列顺序吗？应该有，我有一些不知道，不知道。哎，我第一个是剑配时钟，然后合体。没时钟哎、欸，我这边有半边的一个顺序，应该算顺序吧。王冠跟，哦，我直接念四个、哦，照顺序的，王冠、锁链、书、药品，然后他们中间都有双向的箭头。王冠加锁链，书加药品。哦，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在我的对面？我可以把东西运过去给你的样子，我试试看。你启动装置。哦啊，我这边其实也有一个东西可以放。你有拿到我盾牌吗？没有，我拿回自己的东西了。你再把它转过去看看，我先点个火。我把书转过去了。哦，有了，哎，我这边有石头的右半边，王冠、时钟、剑、盾牌。我有另外一半边，你是可以移动上面是不是？什么移动上面？你也是有四个地方可以放板子吗？对啊对啊对啊，我的是王冠、王冠、锁链、书、盾牌加上剑。你有剑吗？你有剑吗？传给我。有啊，王冠要配时钟啊！我把时钟，哎、欸，我也没有时钟哎、欸。你的那一个的最后一个是什么？药水。
药水，药水可以跟书本，然后书本可以跟药水和锁链，锁链可以跟书本和王冠，然后王冠可以跟锁链和另外一个不知道什么。那王冠是接王冠的。真的。你给我一把剑，然后还有一个时钟，或者一个盾牌。我剩剑跟盾牌啦。阿武你拿不走我剑。我不知道，你把它转过来看看。哦，该不会也要配对才可以送过去吧？你现在把剑，你现在是放着剑是不是？没错，我要给你剑。你先把它拿起来。好。啊，那书本是配什么？书本可以配锁链，还有药水。锁链还有药水。你可以把东西转过去吗？我好像要两边都放东西吧。那我们两边好像还得对的，所以剑，我把你现在放着剑看看，我把时钟放上去。好啊。没想到。真的，只有有箭头的才可以互相交换呢。然后互相交换之后，我们还得把它组起来。好，先拿着，你手上是什么？我这边总共有时钟、盾牌，还有王冠、锁链。时钟、盾牌、王冠、锁链。我手可以放的，然后我图片我固定的是王冠、王冠、锁链书。好，以你那边为准。我们来凑你那边的。我已经把两个放上去了。你先全部拔下来，我们还得做交换呢。好啊。我们先把彼此最底的那个找出来啊，那个应该可以直接换掉吧。最底的应该是药水吗？你药水是有作用的吗？你要一个药水是不是？我药水用不到，我把它运过去给你。但药水需要书哎、欸，药水跟书都在我身上哎、欸，你也没有啊？我没有，但我可以拿锁链去换你的书。好，先换一个。然后你再拿药水给我。好，我这应该是固定的。我盾牌配剑，那边的最底。我这边是盾牌配剑，然后剑，我还有一个剑，应该就要配盾牌或时钟。王冠配王冠，所以你最下面的是盾牌。我现在很尴尬，我现在两把剑哎、欸，我现在两把剑不知道怎么配。你手上还有盾牌跟时钟吗？对啊对啊对啊，时钟、盾牌、王冠。时钟、盾牌、王冠。我想一下。好，我们得好好的换。我想一下哦，剑、盾牌。煮你那边啦，以你那边为主好啦，我先把你那边煮好，估计我的也可以直接煮好。好。你感觉你现在还要什么？我这边需要书本，然后再一个锁链或王冠吧。
我这边大概是用不到书本跟锁链的，那把锁链给你吧，锁链用什么换？我放上去了。用书本或王冠。那你丢王冠给我吗？ 好，你那边石板上的王冠是三个头的还是六个头？五个头。三个头的，哎，原来有五个头的。哦，我这一半边的王冠是五个头的。哦，所以五个头的配三个头的，那不管，先把锁链换过去。 我那不了，你那边有王冠是不是？我有王冠，我有五头王冠啊。那你先给我五头王冠，我给你三头，那你再给我锁链，然后再给我书。 哭啊！锁链怎么回来了？<笑>这个小王冠我应该是用不到啊，小王冠应该是要给你的，你换个时钟回来吧。我有办法拿到你的王冠吗？ 小王冠是配时钟，然后还有大王冠，你只能把时钟给我。好啊。我有个时钟，大王冠可能会用到。你那边是不是还有锁链啊？没错，得把锁链换给你。 那我要拿你的大王冠，那你再给我那个。啊，我剩一个盾牌，是不是换不了？<笑>不是，还有个小王冠呢，怎么回事啊？我需要那个小王冠呢，唐僧。 我需要把这个小皇冠丢掉，得用时钟或大皇冠换。我先把大皇冠给你，吧。我这边没有可以拿你大皇冠的东西。我存几条盾牌。你存几条盾牌啊？感觉盾牌是要给我的，感觉盾牌应该是要给我的。我用剑跟你换盾牌。 好，我先把锁链拔起来，然后你想办法拿盾牌。剑可以换盾牌啊，你现在盾牌拿起来就好了。好。那我剑可以换你小王冠子。你剑可以换我时钟，然后时钟可以再换小王冠。啊，那可以，那可以，没事。 那好，没啥毛病。OK， 开始组合。蜘蛛，很多的蜘蛛。 我又变这么黑了，叮咚叮咚叮咚的声音有没有听到？没呢。有了。怎么举火把来着？我又变超黑了。我手就一直举着。
我找一下我这边有什么可以干嘛。不知道是哪一颗可以开的，我先随便按一按。好，拿起来了。五把钥匙与本镇居民同葬，击败邪王之人拿取。然后有四只手，各一个钥匙孔。A maker of the clock, she admired the peacock. 那真种感觉什么事都不能干。怎么那么亮？好，来，我念给你哦。葛莱斯、布雷瑟、克拉肯、马克、斯丁豪威加布隆希特。谁？很长，我没有办法再念一次。估计在你那边有，哦哦，有树状图，好像要合东西吗？这应该是运东西的。我这人什么时候做不了，而且也看不太出来有什么线索。不可能吧？我单独解吗？我看看哦。我这里有很多的棺材，然后他告诉我，猎鹰、杜鹃、孔雀、天鹅，人死的时候希望由生前所爱的鸟类引导他们，可能是要找出对的棺材，然后不知道要干嘛，里面会有藏钥匙吧。五把钥匙与本镇居民同葬，所以我要找到那五把钥匙。来，你告诉我你那边有什么，你先研究一下。我走进来，哎，哎，看到你了。我这边可能是少一个齿轮呐、啊，你有办法运给我吗？我也是需要一个齿轮啊。这边也是看起来有一个齿，你那边应该有很多的小密道吧？你看看。哦，这是他们的族谱是不是？我看懂嘞。还没有呢。我这边有很多他们的族谱哎。可能啊，丁一那边要干嘛、啊？等一下，我先看看有没有办法帮你开门。我刚找到一个地方，我可以撞那石头墙，但没有作用。你切道具可以把它锤开啊。真的假的？对啦，哦，我知道啦，我这边只有提示啊，真正的坟墓在你那边啊。哦，图案的，图示的石头们，然后我可以撞它。你可以撞它。就拿十字稿，你没有十字稿是不是？我有十字稿啊，还是这个可以给你？知道，哎，我这边还有一个，还有可以拉一个水井。应该是我可以把东，应该是我可以把东西运给你啊，水井是不是？来了。好、哦。
OK， 我们必须找到真正的那五个坟墓，总共五个坟墓是不是？中的制作者，我把这个包装东西，我把一根棒，一根鸡腿吧，有点像鸡腿的坟墓打破。所以你可以把所有的坟墓打破，那你直接打破啊。然后有很多，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坟墓，通通敲破。你说我当个掘墓人，直接乱掘一顿。你现在是欧拉夫。好像不能敲你先不要乱敲。你说好像不行是？好像哪里怪怪的，不知道突然叫了一下我这边可能会出，可能会出大凯哦。我再敲。好，不然你继续敲，你继续敲，我现在躲好了。我已经开始动不了了。你先别敲啊，重来了是不是？好像错三个就结束了。刚来。你先随便敲，你先随便敲。先把我再敲死一次。你先再把我再敲死一次啊，重来一次。你还要再重来一次？你刚刚不是敲错了吗？还是你还没敲？我好像已经挂掉一次了呢。哦，重来之后你还没敲 ，OK， 来吧。哇！我先找这个这一家。要挖谁的粉啊？这家是谁？葛莱斯啊！我这边需要敲哪一边坟墓的、啊？我这边有什么齿轮啊、锤子、鸡腿？齿轮、锤子、鸡腿、汽油。你那边都黑白了是不是？什么黑白的？我没有黑白、啊。那有一个，你有没有一个药品的？你说一个药品图案的哦，那是油漆，油漆工的家。鸟。你的药品大概长怎样？我不太确定。就是化学用的那个叫什么？细菌瓶。好。我没有，我只有一个，一根棒子，然后下面有三坨便便，然后锤子，然后 OK， 锤子是不是？好，那我们来找锤子家的人，斯丁威豪家，还有汽油。啊、哦，好，我从齿轮开始好了。齿轮的制作者心肠孔雀。齿轮的，然后要他们的最后一个后代。但是我这边，啊，我这边的坟墓都是写。名字，然后还有他们的那个在世时间，睡在他兄弟旁边的是，然后有一些上面有斯丁豪威，有一只是孔雀，孔雀，等一下要孔雀，要齿轮的孔雀的，然后的最后一个人，斯丁豪威人 ，OK， 我直接随便敲，反正我只看，你先别动手，我看一下。我研究一下，我敲了，我拿到一个钥匙。那个人叫什么？他叫 Truden， 大概吧 ，T R U D E N。
斯丁豪威到底是哪一家？斯丁豪威是这个锤子加这个的。等一下，我看看 Truden 啊。嗯。你说你敲的那个叫做 Truden 啊？对。那他应该不在这里。嗯？应该这边有一个人要跟这个初等结婚吧？为什么？选择他热爱的鸟作为儿子的名字。我想想，让我想想，好像你那边只要负责敲。我是有一把钥匙啊，要不要给你？你可以先运给我，但是没什么用。睡在他兄弟旁边的，睡在他的兄弟的旁边，有什么斯丁豪威人？睡在他的兄弟，哈，睡在他的兄弟的旁边，所以他的兄弟娶了一个。斯丁什么挖个人？来，你哥讲一摆。等等，所以应该有一个刚刚那个的男的娶了一个这边的这个，这边有一个生下来的女的 ，Halloween，OK，、okay, 就是这个 Halloween。这个被取走了，有叉叉叉标记的坟墓。来，我们来解这个锤子加尺的。锤子加尺，有这个吗？你说锤子，然后旁边有两束东西的。哦，有量角器的。来，我看一下我这边的提示哦。他那有叉叉叉标记的坟墓与他父亲的坟墓排成一列，选择他热爱的鸟作为儿子的名字，所以他的儿子应该是一种鸟。你说叉叉叉？咪咪咪。OK， 我得去看四种鸟。我这边有一个人的坟头叫叉叉叉，所以应该是跟他排成一列的。然后他的儿子应该叫做罗宾或者斯温或者弗拉孔。OK， 找到罗宾了。OK， 那就是敲这个 Angolo 的坟。ENGHEL， 你不是看到他的名字啊？不对吗？你在念是？不对，这个家伙怎么有两个一样的？哎，他有另外一个人也叫 Angulo， 你要敲对。我这边有一个 E N G H E L， 我敲了他的，但我感觉现在不太妙。他要跟他爸爸的坟墓排成一列，他老爸叫做 Tider Brados。好，我看到了，然后这边。这边没有你说的什么 N N E N， 你在念字 ？E N G H E L， 你说他老爸叫什么？布洛杜斯啊？
Tidal Brothers。有，我有看到，然后他旁边这个叫 YDE， 在旁边叫包银，然后这边是 Owin， 然后再是 YDE， 再是斯温希尔的。包银啊，又一个 YDE 了，啊。啊，包银哦，我想一下。选择他热爱的鸟，你还有其他区可以看吗？他应该是罗宾鸟。罗宾是什么鸟啊？他是罗宾鸟。罗宾鸟就是那个长得像企鹅的那一种，红白的。哦，杜鹃，杜鹃，他叫杜鹃。他旁边的人都没有人有小鸟，有一只天鹅而已啦。天鹅啊，啊，天鹅那个是什么名字 ？Owin，Owin 啊！不管了，敲一个男的，你要嘛敲。Angle Hill， 要么就敲 Owin， 要么敲这个包银。OK， 包银。OK， 我们准备要走了。哎、欸，我钥匙也没了。没事啊，你还记得第一个吧？好啦，那感觉应该是 Owin 了啦，你一定要在那个 Tidal Brothers 那个人旁边哦。OK OK， 我这把开局直接狂敲。你 Owin 给他敲下去，先看一下状况。还有 Owin 跑出绿绿的魂魄。OK， 那最后一个叫什么？啊、不然再敲一个斯温 Hill 的。OK， 他的木也被我锯了。OK， 我建议你是敲男的木啊。我不知道这些 YDE 是怎样哎、欸，这些 YDE 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不是 YDE 是人名哦 ，YDE 是女生的名字。你先别敲了 ，YDE 是女生的名字啊。啊、那边除了那些人就没了、欸，要、啊、不然我敲一下他老爸怎么说？你要敲一下他老爸，要、啊、不然你敲敲看。好，OK， 他爸倒了。OK， 反正一定跟他爸有关系。你确定是三个米的标志哦？他爸是三个米，好，不然哦哦。哦，阿半哦，不是，你先不要，他是三个米的，他是三个米的，他是 YD 吗？可是你说不是 YD 是不是？不是，他是三个米的，然后跟他爸排成一列，所以你找他爸，然后沿着三个米的那一列。我叉叉叉跟。他爸离超远呢、欸，那他爸在另外一边可能也有，可能有叫这个名字的，不是？我只能跟你说，他们家光是他们家就有一二三四个 YDE 啊，所以都不是 YDE 是不是？没错 ，YDE 全部排除。你又敲谁了？我觉得下一场跟好，等一下，好，先不要动，我们先慢慢的想一下，思考一下。你告诉我你那边有什么名字？你告诉我那边，对，你就知道。等一下，你先告诉我你那边坟墓怎么排列？好，你不用想，我已经 A 到了，他叫
个好 GRTRUID，怎么可能？为什么是女的？选择他热爱的鸟作为儿子的名字，怎么可能？他？我感觉你可能敲到不是这一区的人。你说我 A 到，别提答案了。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在我这一区。是吗？垂直加一个横的木板跟一竖的木板呢、欸？斯丁豪威加。好，不管，不管能拿到就好。啊、OK， 这怎么看不到了？下一关，下一个哪一关？要油漆的吗？我找一下油漆的。我觉得你可能是挖到油漆工的家、欸。没有，我那上面图案就是一根锤子。油漆工的家目前没有任何的提示。那去那个吧，山头便便加一根棍子。山头便便加一根棍子，我这里没有任何的感觉。还是那是你的细颈瓶？说不定是哦，但是细颈瓶也没给任何的提示。该不会是你一直敲错提示越来越少了吧？我怎么记得刚刚有很多的、欸？怎么可能？哎、欸，还是你想要先我的两根钥匙？啊，我知道了，这个坟墓不是全部组合然后一个的，它一个只对一个。你现在是两把钥匙是不是？是。OK， 我完全明白了。所以葛莱斯布雷瑟普系的最后一个后代根本还没敲到。齿轮家的最后一个人根本还没敲到。那谁？我得想想他是谁。这个阿鲁拉的跟这个葛莱系的什么？最后什么？最后一个人啊、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你先解刚刚那个啊，你先解刚刚这个，他那有叉叉叉标记的坟墓与他父亲的坟墓排成一列，可是这区我已经敲到呢，没有，这区你没有敲到，这个还没有消失，叉叉叉标记跟他父亲排成一列，所以他是某一个有叉叉叉标记的坟墓了。我也敲过啊，不是你把所有叉叉叉都跟我说，然后不是你先找到所有的，你先别敲，又快死了。你找出所有的叉叉叉，然后我把他爸找出来。不是我是有一个叉叉叉，我有一个人就叫叉叉叉，没有一个人叫叉叉叉，他应该是有一个人名，然后他坟墓旁边会有叉叉叉。那旁边两个人我都敲了、欸，旁边一个叫……RANT， 那一个 YD， 不是我，你说他旁边叫做他旁边就两个是不是？叉叉叉的旁边就两个。那你就把叉叉叉敲破。我敲破过了呢，还是你想死？好，吹嘞！
还是要我去别的符文别的区域找那个？就不是那个区域，不是你去找。我跟你说，你去找所有的叉叉叉出来，然后告诉我他旁边是什么，然后我要找到他爸是谁。OK， 那我来这根生活便便跟一根棍子的。好，我这边叉叉叉旁边是 R E Y N Y I， 还有 Henrik， 还有 Lyle。怎么名字这么多啊？你再念一次。这个叉叉叉的旁边是 R E Y N Y I， 然后啊 ，Henrik， 没错，然后 Lydell 的。OK， 这个不理，下一个看一下。OK， 你只要找叉叉叉是不是？我只要找叉叉叉，我们先把这题解了。OK OK， 反正他旁边要有一个男的名字，然后那是他爸。啊，这个叉叉叉是有名字的吗？我看到的叉叉叉通常就叫叉叉叉。OK。下一个嘞？我还在找叫叉叉叉的。哦，这个叉叉叉的旁边有 Little Wing。然后 ，better， focal， focal， 还有 y s e b r a n t， 还有 head week， head week， 到底说什么？到底在说什么？OK， 下一个。你确定？这说不定是最后一个叉叉叉咯。不是 ，Betty 是女的。啊。啊，不然你再念她其他名字，我看男的女的。Dida Wing 啊。女的。Focal 啊，欸，我觉得是 Focal 欸。Focal， 你知道他旁边有一个叫做 Focal 的，我找一下。Focal 是男的，但他没有小孩啦。他。的坟头有一只小鸟，应该是鸟，罗宾鸟嘛，忘了。OK， 那应该是别提的答案，直接给它垂下去。哎，我找到有一个人叫叉叉叉嘞。好，叉叉叉的老爸叫做 Bruno， 叫 Bruno。好，你就把有 Bruno 的找出来，应该就对了。还要锤叉叉叉，你不要锤 Bruno。那这样这题就能解了。刚刚有一题被定义猜对了，选择他热爱的鸟作为儿子的名字。这个是一个男的，选择他热爱的鸟作为儿子的名字。蛮多的、欸，
他自己热爱的鸟啊。我怎么知道谁爱什么鸟？哪里有血 ？Bruno 的那一区找到了没？还没啊。你说 Bruno 旁边会有叉叉叉？没错。这家都没有鸟人哎，感觉跟这家没关系。这家又偏浮夸了，老爸叫罗宾，儿子也叫罗宾。我现在找到一个叫 Bruno 的，还是他这一区的叉叉叉就是了，就是那个吧。排成一列，他写说排成一列。他旁边就没有叉叉叉了。我现在找到一个人叫 Bruno， 但他旁边都没有叫叉叉叉的。你找找，说不定有很多 Bruno。好。这个感觉是这个什么 Yas Brent 哎，他就爱把他儿子取作各种鸟类，一只叫做罗宾，一只叫做法鲁孔，一只叫做麦当劳。本来分多的最后一个人到底是谁？其他去 Bruno 嘞。假，我想一下，不太可能啊！这里就一个人叫做叉叉叉 ，Bruno， 你就确定是 Bruno 旁边的哈？我根据提示是这样子，没错。他老爸根据这个树状图，他应该是 Bruno 生的。好。Bruno 旁边有，你们要听吗？还是我觉得我听了也没什么用，因为可是我也只有看到一家叫做 Bruno 的。Bruno 旁边的就没有叫叉叉叉的、啊，都是有名有姓的，都是有名字啊，我辣的啊。西西哟，好，然后罗朵，罗朵，南科，哎，我知道了，你再去另外一个 Bruno 那里，把他所有名字念给我，剩下那一个应该就是了。我就只有看到一个 Bruno 呢 ，Bruno 仅此一家，我就只看到一家 Bruno 呢。他仅此一家吗？不太可能啊！你，阿布兰叉叉叉还有谁？什么叉叉叉还有谁？有很多叫叉叉叉的，很多个，对啊，叉叉叉有很多家。OK， 那你沿着这个 Bruno 的总店开始直线寻找。某一个叉叉叉，你把它敲破就对了。好，我信你啊，以你的运气能敲对吧？你说就敲叉叉叉就对了。没错。也没几个，你敲下去总会对的吧？我敲对一个、欸，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你对了，你对了。哎、啊，你知道什么对了吗？你说，我也不知道，我是在问你，你知不知道呀？来来，不然你现在要跟我说，他旁边是什么？他旁边有一个叫 Flaco 的 ，Flaco 叫 Y Separate， 然后一个叫 Ben， 然后一个叫 Didway。哦，嗯 ，Falcon、Betty、Didwin 跟 Lisbrados 是不是？跟 Y Separate。Y Separate， 为什么啊？不理不理不理。不要，不要理他。OK， 解其他题。啊，你先把刚刚你知道那两题敲一敲。我先拿一好，他有够吵的，拜拜。拜拜。好，这样子我又可以再看一次刚刚那一句话了。我再仔细的念一次给你听哦。哦，他那有三个 X 标记的坟墓与他父亲的坟墓排成一列。算了，你就把它敲破吧，不重要了。选择他热爱的鸟作为儿子的名字。这个应该有解过吧？这个你有解过，但你根本解的不是这一题。是吗？嗯，你刚刚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晒出了一题，但你先把你有晒出来的赶快都敲一敲。OK OK， 你几把钥匙了？我照理来说会是三把，等我一下。好，你先弄完我才知道哪几个被你拿走了。那应该还有一个是这个，我又忘记有一区，我忘记我 A 哪一个了。你应该是 A 到这个睡在他兄弟身旁的那个斯丁豪威人，我记得这个刚刚有消失过，有一个斯丁豪威人。这一句话翻成中文，我是真的没怎么看得懂。我渣渣，我想一下，我第三区 A 哪里？我又忘了。斯丁豪威人。谁是斯丁豪威？那个啊，锤子的、啊，你刚刚是 A 到锤子那一家的、啊。我锤子那家，我又忘记敲哪个嘞。你应该是敲了什么 All Win 还是包 Win 之类的吧？好像是 All Win， 还是什么 Angle Hill、利斯布拉多斯、罗宾、弗拉孔、弗拉孔。我记得 Flaco 旁边死了，已经挖完了。那你想办法，你赶快把这题先 A 出来。Infire！
当！哎，上东西在敲哎、欸，我忘记有锤子 A 哪一个哎、欸。所以那一次你真的是乱 A 的、啊。对啊，再去我是乱 A 的。那一次你是没有根据我的任何提示下去 A 的吗？大概有吧，可能啊。我现在一到，我想起来。所以他叫什么？他叫居居住的，居住的，格处的。然后坟头有一只老鹰。居住的，谁？到底是谁？谁啊？到底谁叫揪住的啊？你翻译一下揪住的怎么拼 ？G E R T R U I D 吧，我记得。啊，是这个女的、啊。好啦，不管啦，来解最后一题啦。选择她热爱的鸟作为儿子的名字。她热爱的鸟，所以代表这一家喜欢的是老鹰、哦。这个是便便加一根棍子去了。到底什么是便便加一根棍子？我这里真的没有。没有啊。我这里就细景屏，那可能就是那个细景屏。细景屏家喜欢的是发路孔老鹰，为什么啊？拿这缺现实的？不是不是，我这些坟墓它也不是一区一区的，因为你刚刚敲的这一个是齿轮家的呢，它是放在齿轮区的。用那个格格那个 G 开头那个是哦，不是、啊、什么库拉空 mate 啊，不然先解这个、啊、那个格莱芬多家的最后一个后代，你先走到格莱芬多家齿轮区。好，齿轮区。啊、嗯，然后你把所有的名字念给我。齿轮区所有人都念给你。很多吗？就，这个是十四个坟头。格莱芬多。啊，格莱芬多原来是这一区啊！而且齿轮区的钥匙我已经拿到了，我已经敲了一个叫。我在齿轮区敲了一个叫 Truden 的人，然后他坟头是一只孔雀。OK， 我知道了，来到细景坪那一区，就是你那个什么一堆便便的。OK， 细景坪。然后把我念到的名字都去掉，我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四。哎？你说只有14个坟？我的细景坪区就只有15个，有15个。OK， 把我念到名字去掉的最后一个，阿鲁拉德，海洛，尼克，鲁道夫。你干嘛？没有，谢谢你，你去念。莱多雷德、亨利克、DYNWI、奥利克、
Matthew Tradon, Bruno, Wolfhard, Sam Brent, Maddock。危机过的哦，你暂停了，我刚他有危机过的嘛，对不对？什么阿哥，你说你找到了？不是啦，是你念到一半找不到那个东西，然后我想跟你确定什么，然后你就一直念下去，一直念下去。啊、哦，所以你现在到哪里了？你到 Weber Gold 啊？我刚听到 Nick， 然后洛多夫，然后就没然后了。然后我刚有听到一个叫什么的 ，War Gold。好，我念给你听，确定一下有没有叫 Bruno 的？有。Maker Tilden， 哎，你一直念，我听到没有的，就是那个 Nan Cook， 六的 ，Warfather， 等一下，六的是怎么拼来的？A-L-E-I-D-E OK， 敲他嗯？为什么？怎么可能？啊，有叫叉叉叉的吗？有叫叉叉叉的啊，就敲叉叉叉，就敲叉叉叉。为什么啊？他的最后一个后代最下面的不就是叉叉叉吗？还是你那边有他们的那个出生年月份？有啊有啊有，他们的在世时间啊，最晚出生的那一个，怎么样？找到了吗？等一下哦。啊，找到了，找到了。是哪一个 ？REYNWI。这个竟然不是这样，还不是分时间的、哦。哭啊！原来线索在你那里哦。线索在我这里，不是我这边这个表竟然不是这样的、欸。好啦，剩一题啦，不是就是把钥匙啊？啊，一二三四五个、啊，五个、啊。好、哦，他热爱的鸟。所以我先把前面的拿一拿，你那个谜题就消失。没错，然后你告诉我最后一家，我们就会知道最后一家剩什么。我四区已经都有拿过了。啊，不然你都先丢给我，我知道了第五区可能在我这。请把钥匙丢到井里。OK。
他可以一次四把吗？该不会你要一个一个来吧？哎，好像一个一个来。OK， 机器人即将解除封印。OK， 全部给你啊。封印解除，黑暗大法师。OK， 黑暗大法师真的缺一张。啊是。剩下一个。选择他热爱的鸟作为儿子的名字。好、哦，我有这个解。你这个一直都没解啊，应该有一区这个，他可能是一个不属于任何一区，有这种地方吗？又或者他就是任何一区的随便一个人？哦，鸟是要什么鸟？反正他儿子是鸟啦，我看一下，他有没有叫做罗宾的？是有一个叫罗宾的。我觉得可能要对一下，他必须不知道哎、欸，他到底喜欢什么鸟啊？老鹰用过了嘛，然后孔雀用过了。杜鹃、天鹅，好，我知道了。你找罗宾，啊，怎么有这么多罗宾？我在罗宾坟前了。你稍微轻轻的问他一下，是不是他 ？OK。他说不是，他说不是。家伙的儿子全都是鸟啊！你说他坟头一定有鸟，是不是？他坟头啊，不然，哎、欸，你先告诉我哪些东西坟头有鸟。我好多虚哦，这个是温秀的。哎、欸，有另外一个罗宾呢，有另外一个叫罗宾的。不是，我好像知道了。这个叫做 Yes Blunt 的人，然后有发怒孔标志的，有没有？发怒孔啊！发怒孔是怎样？那是什么鸟？黑起老鹰。哦、oh, ，OK。Yes 是什么 ？Yes Blunt。OK， 我有找到一个 Yes Brant 的，但它是分头是空的。我记得有好几个、啊，我找一下。你找一下，我觉得有很多个。我也记得我看过很多个。找到了，找到了。对了吗？不对的话，你就找英格黑哦，然后。上面有罗宾鸟的，我找到，就是 Yes Blunt， 然后他坟头有一只老鹰。啊！黑暗大法师终于抽满了。这关很有深度啊！
这啥鬼？法环的地图啊！所以我在楼下看到你可以干嘛？还是你研究完？我现在在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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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什么感觉？还是我们已经可以见面了吗？我不知道。不是，我这里有个大转盘，它可以向左推或向右推。你现在有在推它吗？我现在正在往另外一边推。我找找看。而且这个推了一下之后，我就会人整个卡住。好。嗯，大转盘啊，还有另外一边。为什么有两根把手？这个东西有两根把手，哎。OK， 推这边看看。我现在能去的地方好像就只有刚刚跟你看到的那个地方，见面的那个地方。你再想想，你再想想。我这个东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齿轮之类的，就是我推了它之后，这个钟表，也不是钟表，指针就会跟着转。十字考啊！我现在感觉你那个好像对我没什么用吗？我拿到了十字稿，我好像要去挖这个叉叉的地方。哎，那这该不会是改变我地形的吧？哈？也没有啊。好，不管，先过来看一下。我不知道我可以干嘛，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干嘛。你先回到刚刚那边看看，先见个面看一下。OK。我又拿到十字稿了，该不会又是你要的吧？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十字稿干嘛。阿宝，我就过去看看，你先拿着，你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敲。拉上去。等我一下，我才刚到前面来。哪里？没看到你。你再等我一下，我忙黑。没有啊，你赶快把东西拉上去啊！你就去救可我，我没差。我把佛插，我也不知道看你要干嘛。我也不知道我要十字稿干嘛。你先拿着，你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敲。而且我有超多十字稿，全部都给你。总共三根十字稿，哎，该不会是你可以往某个地方敲吧？然后要找到这个叉叉的这个位置。是吗？我手上还有你上次给我那十字稿，然后我不能再拿你的十字稿。那你随便往一个地方敲敲看。往地板是不是？可能是，我这边就有一张这个城堡的图，然后有一个叉叉。图是要怎么看呢、啊？不知道是在地下，还是我自己能敲？你找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敲、啊。我是掘墓人。
盲人敲你耶，你不能找这东西敲。有种就来敲啊！阿棒，我再转这个东西，你感觉一下。我感觉一下。怎么样？我再转了。什么感觉？没感觉呢。我觉得应该要先找到齿轮，把你送过来。有个铁门，什么意思啊？来，你告诉我你那边还剩什么？你那边有一棵大树吗？我这边有好几棵树。你那边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域，是不是？也没有啊，我就只有水景区嘛，然后四个坟墓区。然后你见面的那个地方，水井是这个、哦。OK， 你先到水井区，然后楼梯走下去，会有左边会有个大树吧？水井区走下去会有大树。水井。我水井区旁边确实有一棵树，有两棵。还是这个才是水井。你先水井区一直走，会找到一个有猫头鹰的大门吗？猫头鹰的大门，水井区，我就是往一个高速爬，然后看到一个水井，然后就没地方可以去了。没事，你先到处走，找一个猫头鹰的大门。猫头鹰的大门哦，猫头鹰的大门是我们进来的地方。OK， 你屁股朝着那个大门。啊，直走，然后看到楼梯左转。啊，然后是有斜坡是不是？然后我要走一段路就有一段斜坡。斜坡一路向上，然后最左边敲下去。你说一走完斜坡就一直往左边走？应该是。在一个有六个坟墓排在一起的地方。哦，哎，不对，这个坟墓有七个哎。OK， 那就是刚刚你不能上那个斜坡。猫头鹰的门，到楼梯，然后直接左转冲到底。猫头，等一下，反正就是你这个坟墓区的上一个坟墓区啊。哦，它是在坟墓区里面就对了。嗯，它应该是第一排有四个坟墓，第二排五个坟墓，第三排六个坟墓。啊、哦，有。
然后根据你进来的方向的左边开锤。有了，有一个宝箱。